Colin 嘅問題啦，我想問只內銀啊，939，佢話六個二毫半有嘅，點睇咧咁？六個二毫半可能都有一段時間咧，其實有機會當中都收過下啲息啦，可能至少都一兩次添嘅。咁所以我諗帳面上講又未必實際真係虧損咁多嘅。咁而近期啦，當然頭先提到就係個股價，你預咗都會繼續反覆住噶啦，即係直至到個內房嗰個南美樓事件真係有翻個好明確嘅方向啦。咁所以預咗呢段時間會咁咯，但如果你不嬲都係攞嚟收息嘅，反而我覺得你有機會低啲，你咪再加多少少。咁但係頭先講唔使急啦，因為除咗剩噶啦，即係都係嗰個，即係有排到下一注。但係呢啲位成九厘啦，而家落到個息，咁其實係幾吸引嘅，即係除非真係差到跌曬鏡出現一個好大嘅危險風險咯，否則我諗再懟個機率唔高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話近五蚊留下呢啲位，你輕輕加多少少，我覺得可以去考慮一下咯。